现在在做进行最后的加工和整理。我们的公司最大的袜子，最大的袜子，为什么说最大的袜子呢？您是世界上最大的，世界上最大袜子是圆环，是美国的吧？有16米多。我们是20.11米。哦，20.1米，大概有多少平方啊？我们现在这块袜子300多平方米吧。这是那个袜子，是那袜子。对，这个看上面写的是世界最大的袜子吧？对，20.11米，跟明年的预一样，2011。哦，代表2011。啊，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然袜，觉得怎么样？嗯，好，挖一裤子。是全世界最大的。哎，它可以包几十啊，包几十楼啊，应该最大的。万纳天街里面是吧？祝你圣诞快乐，好大呀！祝你圣诞快乐，祝你新年快乐，我们祝你圣诞快乐，我们祝你圣诞快乐，我们祝你圣诞快乐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新年快乐，把星星带到每一个角落。新年的心绪带给你们和我，现在圣诞袜被折叠起来了，祝你圣诞快乐，祝你圣诞快乐，我们祝你圣诞快乐，祝你新年快乐，我们祝你圣诞快乐，我们祝你圣诞快乐，我们祝你圣诞快乐，祝你新年快乐，把星星带到每一个角落，把新年的心绪带给你们和我，把星星带到每一个角落，把新年的心绪带给你们和我，我们祝你圣诞快乐，慢慢弄，我们祝你圣诞快乐，我们祝你圣诞快乐，祝你新年快乐。成功了吗？耶耶。